我对社子岛的好奇来自好朋友阿南。阿南命运多乖，从小时候就在父爱不全、母爱欠缺的环境下成长，又因为读书不多，为人憨厚，出社会就常被人欺负，一直在底层打转。看他简单勤劳，多所认识之后，就制造机会让他来公司上班。由于童年时期爱的缺乏，所以他对长辈有特别的善意与依赖。他喜欢万华、北投、社子岛这些地方，老人多，步调慢，许多儿童时期的深层回忆这里都有。每个人都有一些隐藏的伤需要被疗愈。安然说，来这些地方看老人，听老人唱歌，他觉得安心。因为安然的缘故，我就开始多注意社子这一带的风景。果然，听老人家的唱歌非常有启发。谢谢阿南分享老人卡拉 OK 的经验，我偶尔会路过聆听。这些人、这些风景、这些歌，在某些人的眼里或许落伍，但是我喜欢，也听得懂，因为我在乡下长大，我吃过苦。吃过的滋味多，就特别懂得人生。